我请干嘛？我是欠你老爸钱的款哦，还是你爸爸是我什么人哦？所以说这个助理要慎选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思爷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？就是最恐怖的助理，这种助理你请到哦，比你没有助理你还会累一百倍。我们来一一的来看一下有哪些这个经典的助理好不好？来看一下，主管简报失控的雷射笔 PPT 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也是真人真事，什么呢？主管在简报，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公司哈，去跟人家做一个简报，或者说我们不要一个案子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身为主管的自己呢，要必须要开始跟大家简报。哎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的计划有什么？我们的流程有什么？我们特别有什么？助理就在旁边按嘛，主管讲到哪里，我按到哪里嘛，对不对？主管讲到哪里的时候，啊，我们的特点是我们会请蔡依林来，我们会请谁来？就拿那个雷射笔把它框一下，标一下，哦，有蔡依林哦，有谁哦，这样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，你在简报的时候，那个雷射笔跟水舞一样，他这边，你帮他干嘛？然后你那边弄的时候，你要看旁边有点那种猫个性的那些同事，他被迷住了，知道？然后你在讲的时候，你不弄就算，你在讲一直撇来撇去，你还分心，你知道？那就算。你在讲的时候，你发现不是啊，所有人都皱眉头在看你的简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讲的不是简报那一张啊，他简报乱跳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讲到说我们舞台上面有哪些艺人的时候，他简报上出来都是美食的东西啊，就是摊位旁边摊位的美食。当你讲到美食的时候，他出来却是艺人的那些卡司，你就他不知道在干嘛，他耳朵没有带来，他没有在听，他不 care 他的主管在讲什么，他只 care 说。为什么这样乱掉？他在当场重整哦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简报的时候，他在那边重整哦，你会怎样？然后整完之后还，哎呀，好烦，这个是不是那个、啊？哎，这不是你办公室哎，大家在等着看呢。他就这样，没带印章，没有带印合约，没有带，什么都没有带。那你来干嘛？嗯，出门前跟助理说，来，我们一起去签约，今天这个约很重要，5000万，公司今天看这个了。好，那你东西都准备好，把它带好。好，放心，背了个包包，很认真跟着去。去到那边，好，是啊，我们也准备要签约。好的，对方的负责人也来，来，我们合约拿出来一下。啊，合约啊，合约不是拿出来一下？你刚出门没说要带合约啊？不是，那好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你这边我马上叫我公司的 email 过来，直接印就好。对，电话老板说 OK， 这可以。那好，那你印章印泥都拿出来。要带印章印泥吗？不是就签约吗？对啊，签约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带？签约不是签吗？你不想干了是不是？签约没有公司大小，章怎么签？他认为签约就签而已。不但永远比老板累，而且他永远比老板饿。帮我买点东西来吃，好，他下车很认真，一回来哇，这种助理赞，为什么？一大包，哦，有这个什么大肠包小肠啊，哈，一些好吃的小吃啦、啊，御饭团啦、啊，卧边，他全给买，好，那你很高兴，好，哎呦，这么多种口味，哎呀，吃不完就不好意思，那你就一起吃，好，对，我也有买我的，哦，好，他就给了你一个御饭团，啊，吃完之后你就看他，他就看你，哦，啊，嗯。哎，不是，还可以这样，没有，这边是我的，我买一个御饭团给你。然后哦，对，他发票给你，然后你就可以报掉。我报，等下2点要开会，哦，要跟对方讲重要会议啊，1点半我们到，我们睡到1点45分 ，OK， 好睡。起来，我看你怎么睡得有点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，6点，然后你看前面那个他还在。他一起睡着，他比你更累，他比你更饿。记错客户头衔，还偷讲八卦。好，我们讲 A 公司 A 总经理 ，B 公司有个 B 总经理，啊，就今天呢，大家一起吃饭，啊，聚餐了，啊，刚好这个 A 公司 A 总经理坐在他旁边，他一路都一直认为他是 B 总经理，一直跟你讲，哎 ，B 总好 ，B 总好。那这个 A 总呢，也很有风度，哎，也不戳破你啊，算，哎呀，然后就开始讲。几杯黄汤之后，对不对？哎 ，B 总，我跟你讲，那个 A 总有多烂，你知道吗？但坐在旁边是 A 总，那 A 总有多烂，你知道吗？那每次到我们公司来，我们公司笔就不见，他就带走，连笔他都偷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我滑鼠都不见，靠，那很烂。他去我们厕所，你知道吗？他尿地上，那个 A 总有脏的，哎，然后这个人就受不 了。
拿出名片。啊，对，这个就是 A 总的名片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、靠，你就是 A 总，哎呦，讲完之后他跟你讲，我是他助理啊，一问三不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报表数字拿来看一下，啊、嗯，去哪兒、啊？我不知道报表在哪。好，那我下一次主管会议什么时候？好，好什么？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。好，哎、欸，我上次跟你讲那个事情，我是叫你什么时候提醒我？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。你要照一下脑波，你是健忘症是不是啊？好了，算了，那这样了，这两份你去帮我拟一下。好。啊、好就去啊，不是啊去便利店影印嘛？不是公司不是有影印机啊？影印机在哪？啊你起码是，你是怎样？不是他不是第一天来哦，他已经来一年多了，他不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很离谱。水放哪里不知道？影印机在哪不知道？工作在哪不知道？你什么时候开会不知道？我为什么要请你啊？不知道，这个答案就对了。各位主管奉劝一下，不要什么都自己来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急嘛。啊算算算我弄，啊算算算我弄，久了你就发现。你当了你自己的助理，那你助理什么事都没有做，嘿嘿，他在那边领薪水，耶！下次我们再聊，阿展，你小林啊，分享，拜拜。